在泰国其实有分男生跟女生讲呢，可是一样是念萨瓦迪卡，但是后面的尾音不一样。知道，知道。我不会哈。我会。你讲。萨瓦迪卡就一定是男的嘛？对啊。萨瓦迪卡。哎。那你的声量比较小嘛？萨瓦迪卡。哦，还有小朋友的。小朋友声量更小，金瓦迪卡。不是。这个迪卡。